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George 啊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400次咖啡啊。呢一排咧，呢个咖啡咧喺韩国嗰边非常之流行嘅。饮落去的味道咧有啲焦糖味，非常好饮噶。原来自己在家冲咧都非常之容易噶。咁今天咧，我哋就一起做呢个咖啡啦。咖啡粉、砂糖同埋水嘅份量咧系一比一嘅。我哋落嘅水咧要用热水嘅，而家咧将全部材料混合去。而家个咖啡已经完成咗啦，个味道好似焦糖咖啡咁，非常之好味噶。睇完我分享之后咧，系咪觉得非常之容易整咧？头先我的份量已经够三个人饮噶啦，咁大家睇完之后如果中意嘅话今日一定要试下啦，同埋咧记得订阅我频道，同埋分享俾大家嘅朋友。咁我哋下条片见啦，拜拜。